家好，在上季度，市场最受关注的事件莫过于美联储宣布降息，这表明通胀情况有所改善，货币紧缩政策结束，全球紧张情势有所缓解，经济有望回稳。随着全球央行纷纷进入降息周期，我们相信资金流动将再次活跃，总体环境有利于风险资产表现。中国股市于第三季的表现可谓相当强劲，涨幅领先全球，这得益于中国央行一系列宽松措施，被誉为政策组合拳。除了降息降准以刺激实体经济，还放宽多个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，以支持房地产发展。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过去，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，未来都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潜力。展望第四季度，我们预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积极，利率点阵图显示仍有降息空间。同时，在美国降息环境中，一些投资级债券已录得不错回报，因此我们应抓住购入债券的良机，投资者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投入投资级债券，不仅可以获得利息回报，还能享受资本增值的好处。